好，好香啊，太香喷喷了。嗯 ，Hello， 大家好，王小九。老谭在煮饭，然后我妈在跟我老谭学煮饭。我感觉他们肯定可以处成朋友了。啊 ，OK。啊，我说我妈跟老谭肯定可以处成朋友的，两个人在那里研究怎么煮饭。妇女之友。吃吧，大姐吃吧。我不是，我家大把都，你们来自自己种的拿两包，然后跟你帮我削那个洗衣机削不倒，明天我给他削好了，怕给他冲了。两个在那里研究跟老谭学怎么煮菜。本来还担心老谭过来过年的话会不习惯啊，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尴尬什么的，没想到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当自己家一样。饭好甜，我这里还有烧鸭呢，这个烧鸭要热了。这是花甲之店买的，就买了一个花甲。这个是老谭煮那个羊肉，这个汤好喝，又白又白。嗯，这个汤好，真的好。他吃饱饭，吃的好饱呀！他煮那个羊汤，好好喝。这有点淡了。太多了是吧？我喝了两碗汤。反正那边过年也不是特别多人嘛。对呀、啊，应该城市应该会多人才对呀、啊，奇怪的，要回乡下过年了呀，很多人是回乡过年。广场也不多人。嗯。这个叫公园了、啊。嗯，渔丰公园。这边是渔丰公园。柳州公园好像很多的哦。嗯。只要有个山好像就有个公园。对。哦，那个灯怎么开？灯电。嗯。谁按到的？按到那个位置。这个东西。哎，不是。明天就要去你家里去买点水果的，嗯，要去那个市场买吗？还是都行吧。他喜欢吃什么？我妈没有什么讲究的，她没有什么是特别喜欢吃的，也没有说什么东西不喜欢吃的。他知道我们明天回去吗？知道啊，今天早上还打电话过来问我。你确定是出事要回来了吗？是。你妈已经是出来了。逛一逛嘛。嗯。我们大家都不熟。没事啊，走这样子，不懂路开导航嘛。不懂路的话，再不懂哪里的话，我们就找个地方住就行了。路回来了嘛。啊、那不是找不到地方，那就不
不懂我来这那不就是随便你外面找个地方住就行。我有定位啊，有导航啊，你可以在外面找。是啊，不住吗？有点不好意思。嗯，我们就在外面住就行。对不起，家里有地方吗？并不是没有房间，现在过年，人家都回去过年。住房，住房，住不怎么习惯了吧？那我们一起在外面住就行了。直接就给你去了。我没拿东西呢，我东西在我妈那里呢。我们那明天回去的时候，我们再去那里拿东西就行了。我那里有喷泉。还有喷泉。九点多了还有喷泉。还有，可能是过年吧。应该很多人在那里的。对呀、啊，很多人在那个桥上面拍视频。他这个柳州的夜景是闻名世界的。嗯，哦，不是，是中国，这是我们，就是国内的柳州的夜景，算是很美。特别是它那个桥啊，那个在那个桥底下拍的那些夜景，嗯。要不我在美团上面找。推荐你们地方住。现在过年应该很少有地方住。那不少人了，应该有。你看电视上面都有，不见得有多少人了。那不会有了。现在基本酒店啊、宾馆啊都是满了，一般很多来拜年的。先看看，万一有。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去哪边，左右上下直走掉头又到那边了就懂得这条路要不要去云顶餐厅上面看夜景，但是那里要买票，就看看夜景，我在手机上面看很多人拍影在那里我们上去拍也是跟他们那一样的、哦、嗯，是吧、看他们拍的，那就相当于我们在上面看到了呀。嗯，没有，应该是今天吧，昨天应该是快有台风了。